各位大夫，大家好，我给大伙演示一下钢尺子采集。咱新冠肺炎病例钢尺子采集的时候，请大家主要二级防护，我这是为了演示，所以穿了个一级。然后采钢尺子的时候，拿咱们这个病毒采样管，然后先嘱病人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做一个支撑，然后把双腿岔开，然后告诉他一些注意事项，告诉他放松，然后咱们开始采集。采集的时候，让他放松，然后咱用咱们这个就采烟式的这个烟式的棉签儿，然后让它捅进肛门，捅进去之后两三厘米，然后转三圈，然后拿出来看有没有颜色改变，有的话插到咱们这管里。插到管里以后贴码送检就行了。然后送检的标准规范，生物安全要求同烟是子。结束了。啊。